有人敲门，开个门去吧你。我没听见啊。你没听见？哦，谁啊？哪一位？没有人敲门啊。刚刚明明有人敲门呢，怎么就没人敲门？走了。还真有人。妈妈。这是。哎，妈妈，我的舞蹈鞋没带。怎么可能呢？昨天是我放在包里的。我给你找啊。哎呀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真的没在啊。妈妈，老师说不带舞蹈鞋就不能去上课。哎，我昨天明明放在包里了呀。总之呢，就是三个字，他很崇拜我。明明五个字，你能说成三个字？你告诉我，他崇拜你什么呀？